我离得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。我要把你们的血泼在身上，献给死神。 英格瓦，你可耻的失败，成为所有人的警告。你被诅咒了，站起来，重新执行主人的意志。我回来了，又有机会割下你的头了。我可以做得更好。 陛下，我已完成您的要求，如今恳求您的祝福。你的牺牲正是对你的服从所进行的考验，而你证明了你能够胜任我的嘱托。牺牲吧，从此你将以死亡和悲伤亡国之名为人所知。 这感觉真是超乎想象，我将永远听命于您，吴王。你的第一个试炼正在等待着你，消灭那些无所。我很乐意以你的名义来屠杀他们，来吧，天前军的敌人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要杀了你！哪来的人闯进这里？兄弟们，打起精神来，把他们的头颅带来，我重重有赏。你们这些没教养的垃圾，你们的尸体刚好拿来当龙的点心。你说这叫攻击？让我来教教你。太远了。你们入侵我的家园，还想挑战我？我要把你们的心脏挖出来，献给死亡之神罗亚嘎布隆。接下来有什么在等？